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印尼马郎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微课课堂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柯婉婷。今天呢，老师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的是中国史之风云变幻的春秋时期。老师呢，将从三个方面给大家进行讲解。第一个方面是风云变幻，第二个方面是春秋时期周王朝世系表，以及我们的第三部分史海钩沉。 齐桓公尊王攘夷，名扬天下；晋文公建土会盟，取威定霸；楚庄王问鼎中原，一鸣惊人。这个群雄竞起的时代，演绎了精彩绝伦的历史传奇，也凝聚着上古圣贤的哲思与智慧。那，老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春秋。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。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，就是春秋。春秋始于公元前七百七十年，至于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。在春秋时期，诸侯争相称霸，长达三百年的春秋时代，摆脱了西周臣服保守的因素，为每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都创造了建功立业的机会。 那老师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风云变幻。好的，老师将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《春秋》由来。《春秋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，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的历史。不过，在周代各国的史国史呢，都被称作《春秋》。孙诒让的《墨子兼估》记载了墨子一文称：“五件百国春秋。” 只是到了汉代，其他各国的春秋都已经失传，只有鲁国的保存了下来。而它得以流传下来，很有可能就是与这是孔子修撰有关。也正因为《春秋》是孔子的作品，所以呢，在汉朝时就被列入了五经，奉为经典。正因为《春秋》在历史上显赫的地位，它又是记载那个时代最早的一部著作，后人呢便把这一时期称作春秋时期。 好，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春秋时期周王朝世系表。同学们，请看这幅图，这幅图就是我们的周王朝世系表。接下来呢，老师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石海沟城。那春秋五霸是非常有名的。那风云变幻的春秋时代，硝烟不断，战歌高奏，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并制造英雄的时代。 懦弱无能之辈会被无情地抛入历史深渊。春秋五霸的名号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，至今仍臣名赫赫。霸即是伯，有人说霸主要德高望重，或因会盟诸侯，或因在中原地区称霸，或被周天子册封为伯。所以，历来关于春秋五霸的观点并不一致，其中。 赵齐注《住孟子》中的观点认同度最高。大家可以看到下面，那下面所说的春秋五霸就是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宋襄公以及秦穆公和楚庄王。那老师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齐桓公。齐桓公姓姜，名小白，齐襄公帝，公元前六百八十五年至公元前六百四十三年在位。 齐襄公被杀后，他从莒回国夺取政权，任用管仲进行改革，国力逐渐富强。后以尊王攘夷为旗号，联合燕国打败北界，营救纳卫两国，联合中原诸侯攻打蔡楚，和楚国在昭陵会盟，多次秦王，平息周王室内乱。齐桓公。 雄韬伟略，胸襟宽阔，善于用人，在诸侯中的威信极高，成为春秋时第一位霸主。但是他晚年奢华昏庸，刚愎自用，宠信奸佞阉肃，落得个活活饿死的悲惨结局。好了，这就是老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春秋。 请同学们接着看李淑红老师的微课视频，看一看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？同学们，我们下次微课见，拜拜。